我保证，咱会拄到什么难关，我拢会挡在你的头前保护你。我要你嫁你来母家，做我的媳妇。我想要试看卖，什么人先反悔，什么人就是小狗。我看后背，阿哥有啥敢对我拍下手？你放心，这是绝对无可能发生的代志。我是想要找人分享一件我最欢喜的代志。你知影我的好消息，一定会对心肝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不孕症，你白生，你拖到今麦才讲。你这样想要替恁担架，开机算休，你家己生啊！你今麦在讲啥？咱若是无囡仔，以后有啥会甲咱两个人心有作伙的？你明明知影咱的婚姻都敢若剩一口气，今麦你怪我无替你生囡仔。嗯，你莫听阿伯后壁讲话啦。董俊今麦久久讲话拢是真心话。咱都到这为止，好聚好散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病历已经证明，我确实有生过囡仔。我唔讲，马上就要骗我。你去调病历，结果我袂记咧，是上重要的，是我的囡仔呢。丹青，听我讲啊，丹青，丹青，不管以后你有啥物愿望、啥物梦想，拢交予我来负责。我要你嫁你来母家，做我的媳妇。其实咱两个之间还阁有做些阻碍，也毋过我想要试看卖。看是不是会当写一篇属于咱两个人的爱情篇章。我是想要找人分享一件我最欢喜的代志。到时阵你知影我的好消息，你一定会对心肝啊！我即马是离婚呢，我敢会当安尼凊彩就离婚啊？原来你不愿意跟我离婚，是因为我会去影响到你爱家爱妻的好男人的形象。龙俊即马句句讲话拢是真心话。陈东俊，我即马已经完全不认识你。盈盈霞霞句句讲是我的粉丝。这次吃饭刷干了又开红，希望事情不是我想的这样，真的可以怪你，应该就要怪我。那天我包你的车，我真的害你无法度改变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，加一万块应该有够害你今年请我吃大餐，还有你送的马卡龙的钱。